失望。妈妈说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可是她没有买，我好失望。爸爸告诉妈妈会带她去旅行，可是爸爸工作太多，去不了了。妈妈好失望。姐姐觉得自己可以每天坚持运动，可是她很快就放弃了。她对自己很失望。该你了。失望。妈妈说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可是她没有买。我好失望。爸爸告诉妈妈会带她去旅行，可是爸爸工作太多，去不了了。妈妈好失望。姐姐觉得自己可以每天坚持运动，可是她很快就放弃了。她对自己很失望。失望。妈妈说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可是她没有买。我好失望。爸爸告诉妈妈会带她去旅行，可是爸爸工作太多，去不了了。妈妈好失望。姐姐觉得自己可以每天坚持运动，可是她很快就放弃了。她对自己很失望。可怜。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吃的，穿的也很少，看上去他很不舒服，他好可怜啊。邻居的狗不能出去玩，没有吃的，他瘦瘦的，而且邻居常常打他，他好可怜。莉莉两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了，妈妈也走了，他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了，他好可怜。该你了，可怜。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吃的，穿的也很少，看上去他很不舒服，他好可怜啊。邻居的狗不能出去玩，没有吃的，他瘦瘦的，
而且邻居常常打他。他好可怜。莉莉两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了，妈妈也走了，他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了。他好可怜。可怜，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吃的，穿的也很少。看上去他很不舒服。他好可怜啊。邻居的狗不能出去玩。没有吃的，他瘦瘦的。而且邻居常常打他。他好可怜。莉莉两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了，妈妈也走了，他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了。他好可怜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
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
吵架是什么？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拥抱。妈妈常常抱我，爸爸常常抱妈妈，我喜欢抱小狗。姐姐难过的时候需要一个拥抱。哥哥赢得了比赛，大家都拥抱他。拥抱是一种爱。拥抱。妈妈常常抱我，爸爸常常抱妈妈，我喜欢抱小狗。
姐姐难过的时候需要一个拥抱。哥哥赢得了比赛，大家都拥抱他。拥抱是一种爱。拥抱，妈妈常常抱我。爸爸常常抱妈妈。我喜欢抱小狗。姐姐难过的时候需要一个拥抱。哥哥赢得了比赛，大家都拥抱他。拥抱是一种爱。广告。我看电视剧的时候，突然插广告。广告时间很长，有洗发水广告、饼干广告、可乐广告。我一点儿也不想看。5分钟后，终于可以看电视剧了。我看 YouTube， 视频开始前也有广告，看4秒就可以跳过，可是有时候必须全部看完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广告。该你了。广告。我看电视剧的时候突然插广告。广告时间很长，有洗发水广告、饼干广告、可乐广告。我一点儿也不想看。5分钟后，终于可以看电视剧了。我看 YouTube， 视频开始前也有广告。看4秒就可以跳过。可是有时候必须全部看完。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广告。广告。我看电视剧的时候突然插广告。广告时间很长，有洗发水广告、饼干广告、可乐广告。我一点儿也不想看。5分钟后，终于可以看电视剧了。我看 YouTube， 视频开始前也有广告。
看四秒就可以跳过。可是有时候必须全部看完。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广告。